下面请欣赏相声《怪治病》，表演者敬贺兰、朱贺松。圣人巨匠，巨匠，谢谢啊！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您啊，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各位啊。这个特别荣幸啊，今天来给我们三哥助演，特别开心。是，尤其这个青岛这个城市不陌生，嗯，这几年呢没少来。哎，我们经常来到美丽的青岛。对了，城市很美丽，好话说得好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青岛。哎，形容哪儿都行。形容的就是咱们青岛这美丽的城市啊。哎，让咱们三哥再歇一会儿，后边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。换上我们哥俩来给您说一会儿，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可能啊有，当然说也有保不齐的有朋友对我们哥俩不熟悉，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，介绍一下自己啊。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啊。这个玉什么意思？隆重的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啊。老师不敢当啊。哎，普普通通的文艺工作者。您老客气，真是现在你就是大明星了。哎呀，难不到啊。姓朱，朱鹤松。是我。看得出来，好多朋友对朱老师尤为喜爱，这都是家乡父老对于贺松的厚爱啊！谢谢你。这个我能冒昧的问您一句吗？这个你是怎么说出家乡父老这四个字的呢？啊，我干什么？就是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天津人啊。跟青岛有什么关系吗？虽然贺松不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啊，但我是咱们青岛人的姑爷。哦，哎，你爱人是青岛人？有了解贺松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爱人也是一个演员。对，范冰冰就是来的。胡说八道，他就是青岛人，我就是。对呀。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永远的泳。还永远的泳呢？对呀，啊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听说甜蜜蜜啊。那么你爱人是咱德云社的演员啊？后来就叫范冰冰了。就喜欢他啊。可能啊，你跟这个青岛的城市啊有一定的渊源。哎，我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所以说来到这儿演出呢更加不能犀利。太对了，更得卖力气表演。嗯，磕磕夜夜的演出了，那叫兢兢业业。多卖力气，演员的职责所在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相声市场越来越好了，蓬勃发展。是，哎，甭说相声，各行各业都越来越好。真是这样，对吧？社会进步了，好多的行业也在进步。嗯，你比如相声啊，过去马路边表演，撂地演出啊，现在进了剧场了，进步了吧？真是，对吧？你包括其他行业也是如此。比方说吧，医疗，哎，咱就聊聊天啊，医疗业，嗯，有好多过去啊，一碰见这个病必死无疑。现在迎刃而解。哦，原来叫做疑难杂症，现在不是事儿了。对，都简单化了。哎，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发达，太厉害了。你比方过去你是看病去，嗯，有那老年间啊得那个病，其实很简单，发烧。这人发烧了，哎呦，烧的度数比较高，一烧呢100多度。别拦着他，继续。别拦着啊，一会儿就火化了。一会儿那血就开了啊啊！发烧吗？发多少度？发烧40来度，那就算高烧了。高烧，这40多度能把人烧死？那个迷迷糊糊啊！这有人看不了了，哎呦，怎么发烧发那么高啊？哎呦，烧个3-4天，这人慢慢就迷糊了，嗯，休克了。再过几天，这人去世了，完了。你说现在到医院输个液、打个针、吃点药。好了，小毛病是不是？真是啊，简单了吧？嗯，你包括你比如
身体里边内部。内部的病。内部的病。什么毛病啊？胃穿孔。哦。你要放过去，这人胃穿孔，哎呀，可能刚开始您不知道什么毛病，就是觉得胃里不舒服，哎呦，肚子疼，自己可能感觉又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忍两天吧，啊，忍个一个星期，这人头七都过完了，活活疼死了，你受不了。嗯，你要做手术是伴随着风险的。对呀，容易感染啊。对，过去的医疗没那么发达，现在到医院，今天做手术，明天就上班。嚯，就这么简单，这都属于门诊手术了，这都属于，就是容易啊、哦，手术都不复杂。可能你比方说吧，那你来说行吗？我朱老师啊，嗯，胃穿孔了。哎呀，难受，可能是吃钉子吃的，扎了个大窟窿。哎呦，疼！我上医院瞧瞧去吧。分诊，到那儿分诊啊，大夫得看看。小伙子，什么问题？我胃穿孔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从别的大夫那儿看完了。那你还来我这干嘛呀？医保来了。他那是私立，不给走医保。你还真行的，直接来我们这儿啊？不行，我怕你看不好我。看不好你还来这儿？你怎么那么多话？你还是不是白衣天使了你？我这么信任你，怎么那么脾气呢？对呀，你自己都把自己断出来了，还用我们干嘛呀？给我治啊！你给我弄开呀、啊！挂号去吧，内科。哦，先挂号，不得我都挂完号来着。分诊那不挂号，先告你去哪儿、哦，你再挂号。哦。去医院，我去过，去了，我先挂号了，先分诊。哦，到那儿挂号、嗯，拿着号到那个你这个科室，到科室等号，人家开始叫了，哎，多少多少号，哎，进来吧。大夫人主治医师看见你了，啊、嗯，小伙子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这胃穿孔啊，扎的我这真是难受，他老往外流，就感觉里边有东西。你很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我要确定自个儿在家不就开刀了吗？你有点跟我开玩笑的样子啊，胃有点穿孔，你可能是觉得肚子里胃口不舒服了。对对对，不排除是胃穿孔啊。拍个片子吧。太好了，拍个片子，咱仔细瞧瞧。没问题，接着交钱啊。嗯，这边交完钱了，那边接着拍片子去。啊，到那儿拍好一片子，他也不用求，搁一灯箱底下啊。喂，小伙子。嗯。小伙子，不是吓唬你啊。怎么了？得亏现在来的啊。哎呦，再晚来十分钟我就下班了啊。啊，幸好我是工作时间来的啊。说的没错，嗯，胃穿孔了。哎，破了。哎，胃上有一个大窟窿，这个窟窿倒是不大，你这整个胃来说啊，烂了有这么五分之六。哎呦，这都快烂到嗓子了。建议是六干嘛呀？建议做个手术。什么手术？哎，这个得给这个窟窿眼补上它。哦，填洞手术。哎，就给它弄缝缝补补吧，得填上它。好，这个吧，做一个手术。今天呢，就有时间可以约个手术时间。没问题。今天可以吗？来吧。可以啊。来拉我。交钱去吧。嗯。啊，这边交完钱，换人家的服装。自己衣服不行啊。对。得穿人家那个蓝不蓝、绿不绿的玩意儿。倒着穿，倒着穿，穿完了进手术室了。嗯，到那块儿的大夫都得问啊，人家这个穿着白大褂的、大皮兜子的大夫都来了。这个小伙子，嗨，先问问啊，说，做手术都有风险，面临着有疼痛。哦，疼是的。需要麻醉吗？你觉得我长得像那种能咬得住牙的人吗？我感觉你小伙可以啊，我得麻醉呀、啊，我想要麻醉。万一你觉得这个麻醉也没有必要啊，因为麻醉对大脑神经有这个坏处。我上你这干什么来的？我来这不就是为了买醉吗？你买醉都去医院的。对，我上你这就是买醉来的。需要麻醉啊？对呀、啊。你需要全麻呢，还是局麻？来便宜的，局麻。局麻便宜的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哪不舒服？胃。胃不舒服啊？对。看好了，看好了。没事啊，嗯，一会儿过去了，这是吧？对，这儿啊。麻了吗？大夫啊，我是胃穿孔，不是上这排宿便来的。便宜啊！哎。
哎呦，这点肠道上的垃圾都排下来了。这是送给你的。我不要这曲麻的，我现在要那种就扎针的那种，那种。那你来个全麻吧。全麻行吗？行了，做手术也没知觉了。来来，哎，来个全麻。全麻，全麻的话得签协议哦，这都得签生死状啊。所以写上了，今天朱鹤松如果被大夫扎死了，一切跟大夫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自作自受。好，死了活该。让我写上，本场手术既决胜出，也决生死。叶问。先叶问出是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改了，划上。霍元甲，这自己的名字啊，朱鹤松啊，签完了，摁手印啊，摁手印都得从这儿啊咬一口，嗯，一摁，这个免责，哎，这就生效了，免责了，太棒了，哎，麻药，嗯，准备那个上好的麻药，给咱那个外国进口的麻药都拿过来，对，把针管都拿过来，两个小护士抬着一个针管就走了，哎，把这放到炮里边开火。针管大呀，麻药劲足啊！对对对，这能麻到我下辈子。来来个多大的？来个小针管就行。小针管啊，哎，拿个针管，嗯，旁边有麻药，来点药。哎，把这个针管啪留进去，嗯，然后呢，捉上来，拿针管往上推一推，推着弹一弹，走，滋出来一小点儿。啊，我花钱买了一瓶药，让你上这滋着玩来了。你那个手怎么那么欠的慌呢？不是，你自个儿买一瓶，你自个儿自你的去。我花钱，你自我的药水。不是麻药，人家你所有那个打针的那个做出来都得往外挤一点儿，为了让里边没有空气。你做的时候你别往里嘬气儿啊！谁敢保证手感这么准？行行行，你这今天给我弄好了，我给你买一排，自个儿自着玩去。用你来扎我，来扎我。滋出来一点，哎，来来来，放好放好放好，嗯，哪后腰这位置？对，腰眼儿啊，哎，腰眼儿，嗯，砰！完了，还没顶腰呢，扎我神经线上了。好，针头刚进去就躺下了，嗯，砰，滋一进去，哎，迷迷糊糊啊，哎，那药着了，药着了，嗯。别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睁眼，睁眼！哎，别事，别事。那个吸氧吗？不吸。我做的胃口手术，我吸什么氧啊？我怕那个做手术出现什么一系列症状啊？不要了，得辅助呼吸。不要，咱们这医保没有那么高，150一罐，不是我们这个消费水平能消费得起的。不需要辅助呼吸。不用，我忍着点，你手快点，来，快拿吧，睡吧，嗯，睡吧。啊，这是迷迷糊糊，哎，晕了啊。大夫开始做手术了，从这个皮兜子里边把这个手术刀就拿出来了，先消毒，毕竟做手术都得消毒，得保证干净卫生，没有细菌啊。拿出一瓶二锅头56度，干净了。这不是酒确实能消毒，我嫌你嘴脏。我那56度嘴也消毒了。你那个嘴瞎吃瞎逮的，你先喝完头一口，你漱漱嘴，第二口再喷刀，这不行啊！漱完嘴我醉了怎么办？没事，就是脏喇叭，嗯，我宁愿感染也别拉错了。哎，来吧，做手术，来，先拿剪子啊，在你背这个位置这衣服剪一窟窿，哎，剪完了，来放好，对方是吧？啊，哎，人家。咱们这个皮下组织啊，好几层，一层一层的剥开。对，也是洋葱，来小子，啊，一层一层拿开。位置这窟窿眼不用太大，嗯，哎，大概手啊能伸进去就好了。对，哎，是一伸进去，这一拉开，你这个胃穿孔啊，穿孔你可能吃了好多食物残渣，哦，流出来的。对，漏了，先得清理一下。对，有好多积液，这就很麻烦，嗯，很麻烦，拿出一个大皮管子。滋好，哎，鸡也放出去了，嗯，手进去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掏出来，老酱子了，开始食物残渣，
瓶子、鞋子、嘎啦，都有啊。快瞎吃瞎摆了，我。哎，开始进去，得找你那个胃了。哎哎，走进去了。啊哎，看看啊，这胃在哪儿了？哎哎哎，一会儿大夫打我嘴里就出来了。别老玩笑，你这都往里钻什么劲儿啊？找你的胃呀！啊，葫芦葫芦。哎哎，差不多了，找着了。找着胃了。哎，啊，这是肝。好。那你也不能扔我的肝呀、啊！这么嫩的肝尖，不就是摔坏了吗？这个肾。这么好的腰子，不把腰子尖给摔坏了吗？这肾都报废了。嗯。肺。把肺尖都摔坏了，肺需要吸氧，需要，需要，快大夫，大夫，现在需要辅助呼吸了，需要了，我不用医保，我也得呼了，来吧，走，哎，谢谢，存，哎，胃，哎，终于拿出来了，哎 ，S 型的啊，哎 ，S 型的胃，怎么写着呢？写的。上面写着胃呢，啊 ，WEI 胃，啊，哪儿胃？小伙子看吧，看那窟窿啊，你睡着了，看不见了，有一窟窿眼儿，有眼儿。这个也窟窿怎么补呢？你要说直接拿针缝合不行，嗯，有针眼儿，改了堵包肉了。哎，你再吃饭喝稀的，喝水里边这个胃就跟花洒一样，啊，不行。哎，咱也有专业的人家手段，行，把胃拿出来了。窟窿四周围拿出一个醋打磨一下，开始磨胃，对，有点摩擦度，哎，最好先把这边儿剪下去，烂的那地方自己没法再愈合了，剩下的打磨，打磨干净，放在这儿。人有专业的跟这个组织切片，跟胃的组织一样的，人有一个这个瓶子大罐子，拿过来，组织切片，啪拿出来一大勺，这你用不了。比一比大概那窟窿的位置啊，剪下来那么一块圆圆的，剪下来把这组织切片的四周围呢打磨一下，放在一边，不拆了。人有专业的粘合剂，生物粘合剂，一小铁皮罐，小皮铁皮罐上面呢有一个胶带绑着的，打开它是一小针眼儿，哎，生物切片拿过来，浇点粘合剂抹匀了它，抹匀了，等一会儿啊，差不多干了，把这胃拿起来，粘合剂，哎，带着那个切片，啪，放在一起，拿一夹子，它四周围夹严了。小护士打过一盆水来，把这个胃放到这盆水里边，不冒泡，手术成功。近十年都见不着这么修自行车的了，这人说话也讨厌。现在都是真空带了，现在都是，就是这种补胎技术，简单吗？简单吗？简单啊！现在你这个胃出现问题，就跟补胎一样简单。哎呦，这都不是毛病啊！对，太厉害了，就是科学发达，科技在发达，时代在进步，其他也一样。你说身体我出现问题了，身体什么毛病啊？你比如四肢出现状况了，哦，四肢，四肢，胳膊腿，哎呦，这是四肢胳膊腿，这是人的第二心脏啊！啊，对吧？人你都出现这个问题了。对，举个例子，那你来说啊，你从这儿你演完出了，明天呢你说想溜达玩玩去吧？哎，青岛这好久没来了，啊，往海边溜达溜达去。出门呢你得打车，哎，打车。人一般打车来说，你叫个滴滴呀、啊，叫个快车呀、啊，你都这样啊。哪怕你拦个出租也行啊。你这琢磨，你不用软件，就打出租，伸手拦不行。你非得学着外国人，你这么打，对，哎，站路上这么打，哎，这么的，谁知道这是干嘛呢？我打车呢，没人了解呀。这我在明尼苏达留学的时候留下的病根儿啊。你在这站着，等着吧。半天啊，出租一辆一辆过去，一辆停的没有，你还在这儿还站着呢。就这时候，打远处开过来一辆48轮的大卡车，48轮的大卡
车，车上拉着够200吨的货物，这地都是让他们这样的人压坏了。由远及近，缓缓地向你开过来了。嗯，你站在那马路边呢，咱伸着手呢，这大卡车就从你这边这哗就过去了。它过去的一瞬间，怎么就这么巧？你这大拇哥就卡在了人家那个车轱辘的纹路里边。这可要坏呀、啊！那大卡车那车轱辘都有那个车纹啊，它也宽呢。大拇哥啪就卡里边了，大卡车压根没停，带着你的大拇哥扬长而去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得亏来掉了，这要没来掉，这个我就出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那大拇哥，画着鸭就走了。没事，这少一个这个玩的无所谓。但你当时你还这样了，瞬间就这样了。完了，这回没大拇哥了。啊，对了。机器猫到底有手没手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丢一个大拇哥，我这四个都不会出来的。对了，你这以后你跟机器猫一样，见谁都伸出援手啊！你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难受，坏了，坏了，疼啊！我伤口也做不着了，这怎么办？上医院吧，上医院看病，上医院吧。嗯，啊，到医院了，门诊大夫又来了，小伙子。什么问题？大拇哥没了。哟，大拇哥怎么离家出走了吗？没有，他是被大卡车给带走了。大卡车走了？大卡车走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我上这儿就是治病来了。那你怎么不找大卡车呢？那不还得打车吗？又是一笔费用，还有可能找不回来。哎呦，你这哎呦，快点吧。对呀、啊。你这个外科。外科。外科，快去吧。好，这边挂号，赶紧外科。他就去了，到里边大夫也问小伙子什么问题、啊、大拇哥没了。大拇哥吃了吗？没吃。没吃怎么丢了？他就是丢了。你能不能给我搞出来一个？现在太影响我了，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威胁了。哎呦，以后我当不了叶问了。我就我没有办法，张天志在弄我，我弄不了他了。大夫是是是，没法画押了啊。对啊，这个问题啊不太好解决。就是你那之前那个大拇哥还能找回来吗？找不回来了，我也不想找。既然他离开我，我就让他离开。这就是下场。这是你的下场，是他的下场？他的下场。没了就不要了。对，不要了。那你还需要大拇哥吗？您要能安一大拇哥就安一大拇哥，安不了大拇哥，这个去了给我安一个那个铁的，上面有一钩的那个。行，那最好是来个大拇哥。你这不演力王去了啊？这个大拇哥没了。我如果想安出一个大拇哥来的话呢，就得给你配新的。配新的，我有一小问题，不是当讲不当讲。你说说，要钱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，不会找你少要钱。哦，就是要钱。哎，哈哈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这做手术都得花钱的啊。就是需要配新的话呢，就得面临着得需要截肢。截肢，因为大拇哥你琢磨它就这一小点儿这个位置，哦，想给你换新的不好缝合，不好上家伙，不好上家伙，所以说呢需要截肢，不会多截呀。从哪开始啊？哎，你大拇哥这儿没了呢，从这儿截。哦，从这儿截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我以为在这儿截呢。行，从这儿我能接受。哎，从这儿截能接受，给你换一个整根都是新的。哇塞，好酷啊！你不忘啊，真是。行，可以，能接受啊。可以可以，做手术交钱去吧。嗯啊，这边交完钱了，到手术室换上人专有的服装。麻醉要吗？要，氧气要，足疗要，小西红柿要，龙井要，馄饨要。你干嘛呢？拿我们这当什么地儿啊？我有钱，我有医保，德云社上养老保险上的高啊。拿好了吧。嗯，哎，麻药拿过来。噗啊，你是迷迷糊糊有点晕啊，需要截肢，来吧，准备好了吧。大夫把这锯可就拿出来了。开山劈岭伐大树，这个锯快。哎呀，没有痛苦就给你截下来了。哎呦，这就是我说的劳动保护，对吧？你拿个手锯，咔咔咔
一下多麻烦呀、啊！给大夫也添麻烦，对吧？你愣愣撅，对，也难受啊！你得撅不下来的，太棒！哎，好，把胳膊拿过来，这边完了，这回别说叶问了，我比独臂神尼还少一拇指了。这个小伙子，没事儿。哎，现在结的快，我赶紧给你接上。是，别害怕。甭隔，我接上。哎，都给你接好了。哎，这也这样，这个，小插曲。哎，小插曲，有赠品吗？送你个美甲好吗？行。送你个美甲啊！好来，接下来了，拿着胳膊去倒模屎，然后专门倒模的地儿倒。哎呀，按照你的胳膊的比例给你倒个一模一样的过来，啊，都装好了。哎，什么事没有？没问题。哎，就跟吃前都一模一样。太棒了！就唯一有点小缺陷。什么缺陷？它没有大拇哥。哦。就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大拇哥。嘿，我这属于以旧换旧，我跑这淘破烂来了，给你换了一个。我想要一个大拇哥大夫，你想当大拇哥？对呀、啊，赶紧摘下重弄，别回来直接这儿安一大拇哥。拿手机搁这儿点赞。对呀、啊，得了，拿过来，给你换一个啊。拿，这有啊。哎，这边有。哎，拿这个啊。一模一样的，哎，这边给你接上了，太棒了，大拇哥都有了，哎，这回有了，都没有问题了，没问题，哎，唯一的小遗憾啊，什么呀？就是手心朝一面，哦，两个右手，我想要一左一右，大夫，你拿那当个事儿行吗？这样，缝合以后啊，我送你个纹身，行，行吗？谢谢，送你一个披肩龙，谢，来，以后。在铜锣湾，你就是扛把子。谢啊，嗯，这个拿这边倒模去，倒模对称比例，好，对称比例，倒的一模一样的，都给装好了，哎，美甲，哎，都给涂好了，啊，披肩龙都给你纹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嗨，没什么问题，这趟真不白来，哎，就跟你之前那个一模一样，等你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出去，你说拿个东西，提个东西，五十斤的米，啪，搁，没，就是你坐公交车或坐地铁的时候，如果啊拉那扶手用这胳膊，别用这胳膊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万一啊他急刹车，就很容易就人走了，胳膊在这留下。哦，您放心，我这样的少了这个肯定有残疾症。是，我有这残疾症，到公交车上肯定有人给我让座。也不一定，没人看得见，所以我就不用这个了。行，就说这就好了，棒棒的。你说这个病症简单吗？太简单了，就是很容易。这属于小毛病了，点儿小毛病。是啊。哎，你包括别的地方也可以。再重要的也行。重要点的也行啊。哪里？脑袋、头也没问题。这也行。你比方说吧，你这胳膊都装好了，哎，在青岛又多待了一天。哎，我又待了一天。我还得出去玩去，我哪也没溜啊。出去我呀，别打车了，打车太危险了，我溜达一会儿吧。哎，溜达，正溜达着呢，打远处啊开过来一辆48轮的大卡车，缓缓的朝你这就开过来了。你上次在这吃过亏，对呀，你看见他你就害怕，我手歘伸过来了。哎呦，你真是你害怕呀！哎，大伯哥有了，不要再过来了。好，你在前面跑，我大卡车在后边追。哎呦，没一会儿你就跑到一个窄胡同里边，大卡车啊，停那个胡同口跟前进不去了。哎呦，我给你累的浑身都是汗呐！哎，我改了狗了，热呀！哎呀，在这歇一会儿吧。正歇着呢，很巧，你呀倚着呢是一片呢一个楼区哦，有这么一楼。人家楼顶啊正装修呢，你的正上方那楼顶大概有20层左右，这个人家楼顶的边上啊有一个大概有这么20来斤的一个小水泥墩子，怎么就这么巧，你那正歇着呢，这个水泥墩子呀失衡了，
缓缓地从这二层楼，当，掉下来了，砸我脑袋上了。对，不偏不倚就砸你脑袋上了，咔，我就腾空出世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呼噜吧。你就行了啊，你就找你的爷爷，找你的爸爸胡八一去了啊。这怎么跟他还有上下文呢？哎呦，难受啊！这瞬间呢，这一打完了，感觉天黑了，就像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，忘了掀开。对，这脑袋呀砸进这腔子里边了。哎呦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哎呀，哎呦！人大卡车司机是好心的，替你打120，没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啊！完了，过来了，拉着你赶紧奔医院吧。到了医院分诊，咦，这是什么问题呀？大夫，我这头进去了。哦，是个，赶紧进手术室吧。哎，到手术室，主治医生也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这小伙子，这是什么问题呀？这个脑袋怎么没了呢？哎，这个小伙子好眼熟啊！这不是我做的美甲吗？这个纹身是我纹上去的。小伙子，呦，你这脑袋没了，你在里边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，给你换个新的吧，得截肢啊！通知你一声啊！大夫把这锯子拿出来了。从哪儿下去呢？咱们医院除了锯就没有别的家伙了吗？这玩意儿没有好切面了。喜欢背领吗？不喜欢。哦，不喜欢。哎，护士把那撬棍拿过来。对，撬棍，拿缝儿往外慢慢撬。哎，把撬棍拿过来，顺着你脑袋缝儿啊，走。这边欠着劲儿，哎，往外抬着。另一个小大夫拿回马桶揣子，照这脑袋，这边一使劲，那边，嘣，提上来了，脑袋出来了。走，拿这脑袋去倒模室，倒个一模一样的，到这儿给你缝合好了，弄一个小纹身，弄一个小美缝，反正给你算是好了，死了，去你的吧！